朦胧练太少了，他前段时间还那个排练时间特别少，他要多练。因为那个他再使劲儿，他也比不过旁边的那两个人。对，而且那两个人就是走使劲儿挂的，就是应该单独的单拎出来，他那一趴是不一样的。对，要的鲜鲜的。但是那个样子好可爱啊。我自己以前可能是，都别说跳舞了，就做一些动作我都会觉得尴尬。然后这次也有跳这样一首很有挑战的歌，如果给了我足够的时间，我是可以完成的。